大爷，过哪儿了？我好痛。哪里痛？不知道哪都疼。我扶你起来吧。动不了，好痛。他是不是碰瓷啊？真的假的？喂，120吗？我在大堂那边。碰瓷是不是真的？这位大爷，我也是个演员，你这样演不行啊。碰瓷的关键在于痛感，你现在痛感不足，没有说服力呀。哎呀，你看。你哎呀一下都这么随便，你被车撞了，你就演一个，哎呀，这肯定过不了嘛！你演技不到位，观众没法同情你嘛。哎呀，我真的好疼啊！不对呀，大爷，太平了。你看我啊，哎呀，好，晕得太快了，大爷，晕倒可以，但是你要有过程啊，对吧？你扶一下头。哎，这雪江挺专业啊。但是你前面表演差的太多了，你现在再怎么用力没法补救了，就是业务交流一下，别再往心里去啊，大爷。别拿了，来，站一下。左胸口第三肋骨轻微骨折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来，你也没事吧？来，准备起，小心点啊。对不起啊，大爷。那个女的是家属吗？那个神经病，别理他。我的腿！那个龙头你在干嘛？会不会演戏啊？痛苦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你会不会啊？你是这样，根据我的真实经历，人在痛苦的时候不一定要大喊大叫的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你过来一下，麻烦做个痛苦的反应看看。这个就是假的，帮个忙哈。哎，这就是真的，没有声音吧？你跟导演说说。导演，你觉得呢？我导演，这里，滚下去！他怎么了？谁知道？不知道。你看怎么回事啊？喂！来了！需要演死尸的，死人装2天不能卸啊！你们现在去。多少钱？2400。加点。太少了，加点吧。我来。能不能给个露脸的位置啊？你还给我讲条件？我不要钱，给盒饭就行。就这样，走。这样他能去啊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不凉了啊！哎呦，你是寿星公，你不吃，别人谁敢吃啊？啊，吃！爸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小梦，今天你的妆很特别啊，好吓人呐！你拍戏好好玩哦。我这回演一个死尸，有特写镜头的，可以看到演技。这么死尸还能看出演技？爸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死亡是一种有趣的情境。你想啊，如果现在你死了，全身都硬了。你他妈说什么？你再说一句。嘿，要快快乐乐的嘛。小梦，你乱说什么呢？快把妆给卸了，明天还得接着拍呢。你还真以为你自个儿是大明星了？你们是一块长大的吧？啊，你看这个皮仔已经是大律师了。小小成就不足挂齿。你再看看猪猪，多幸福啊！找一个这么好的老公。你再看看你现在像什么？我们希望你啊，是当大律师，不是死尸。术业有专攻，律师和死尸不分贵贱。
我跑龙套也可以自食其力，我也有我的梦想。你都三十了，跑龙套跑了十几年了，当了女主角了吗？我相信凭我的天赋，只要我肯努力，肯定能当女主角。对不起，妈，你相信吧？啊，相信，你可以的。喝一个屁！都他妈你把他给惯坏的！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把你脑袋这个破玩意儿摘了。真没法拆。那我就再给你加把刀。来来，加上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他情绪特别到位。爸，你拿着刀再跳一下，我做个记录。准备跳。太过分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，我们听不懂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我没有想过你，把你的垃圾都带走。爸，这些垃圾是你的。我管他妈谁的了？这烂泥扶不上墙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好了，都是他妈你扔的。好。来，有没有恢复反应的？有。你来。做开心反应，难过，行，给我走。哎，生气的反应谁会？你，哼，妈的不行，你来。哎 ，OK， 走。来，中绝招的反应，你来。请问导演具体中的是什么绝招啊？你他妈哪那么多问题啊？能做就做，不能做滚开。寒冰掌吧。好，寒冰掌。哇。有病就去看病吧，别他妈在这传染我呀、啊！你试试，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不去。哎呀，拿汤给他嘛。给他煲汤，你这不是明显跟我对着干吗？你就当顺道来看一下女儿呗，啊！见他我就揍他，到时候你别拦着我，要不连你一块揍。你还凑到我面前找我爸，你是不是贱呢？啊，做个反应要什么前因后果？回回都是你是吧？我就是想更好的塑造角色。塑你大爷呀！塑看不见脸的，你以为你是主演吗？告诉你前因后果，你懂吗？懂就不会让人家做龙套了。走，走走。别激动。你好。什么事儿？会好好说话吗？啊？人家演员向你提点问题，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他对表演那么认真，你看不见吗？谁呀？说是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小心遭报应。神经病，吵我！不好意思啊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那就好。你好，你做的那个寒冰掌好有层次啊，我觉得很到位啊。还好吧，关键是想象力，你必须用心体会当时的情境。太厉害，我叫李阳。我叫如梦。哇，你也在看这本书啊？对啊。你也喜欢喜剧之王？当然啦，我超喜欢的。要不要来一段？在这儿。对啊。喂，干嘛？走了。是啊。去哪儿？回家。然后呢？上班喽。不上班行不行啊？不上班你养我啊。喂，又怎么了？我养你啊。男朋友来了。哎，不对，词错了。不是，真是我男朋友来了。走吧。他谁啊？一起工作的。真的？真的，走吧。
我这根火腿肠也给你。一人一半吧。我这个月领了4000，存到咱们的结婚基金里。你一个月最多挣5000，你给我4000，你还怎么生活啊？我就1000就够了，我在剧组吃盒饭也不花钱。我出4500，这500你拿走。你别担心，咱们都说好的一人一半。我以为我爱你够深，没想到你爱我一样深。你真把钱给他呀？对啊。你怎么不给我呀？我又不跟你结婚。你跟他还不如跟我呢，知道借我用一下啊。你干嘛一直盯着小米看呀？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你这么说我就生气了，看就是喜欢吗？我是打从心底里不喜欢这种人，他就是 low。 你不觉得小米很漂亮吗？漂亮了不起啊，没内涵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品味。必须的。来，亲爱的，我想带你去见我爸妈。他们要是知道咱们俩在一起，肯定特放心。当然啦，其实我最近在忙一个大项目，等这事成了以后，你爸妈一定会以我为骄傲的。我真不想说出来，我查理就是下一个比尔盖茨。一上来就当世界第一呀、啊？先从第二、第三开始，会不会显得踏实些？我很踏实。比尔盖茨有几只眼睛？2只。那我有几只眼睛？2只。他不比我多，我不比他少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得到。太有道理了。听着，你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，不是第二第三，你就是第一。别再想着拍什么网大网剧，要拍就拍国际大片。最近真的有一个国际大片在这招中国演员呢。这就是你的机会了。但是人家选的是白雪公主。你就是白雪公主。我？白雪公主有几只眼睛？2只。那你有几只眼睛？2只。那为什么你不能是白雪公主？告诉我为什么？说啊！看我干嘛？说出来，有没有道理嘛？白雪公主，你就是。喂，你真要去打针啊？因为白雪公主是外国民众，我想整出点西方感觉。这样你都想得出来？顶级演员都这样。马龙白兰度为了争取《教父》里的角色，花了好大功夫改变脸型的。那么多废话，整容还不是为了漂亮？你们不懂，能变漂亮一点当然好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变美神器，新阳美容 APP。上面有好多正规机构和案例，做的都挺好的。我知道一家80年的老字号，在哪儿？珠三珠宝珠宝城。珠三珠宝城。到了。师傅，我带了个客人给你。想怎么做啊？我想做成他这样。你确定了？不过我是第一次，有点紧张。这款我也是第一次，我也紧张。您平时是做中国人比较多，对吧？坦白说，我做人比较多一点。毛你要做吗？什么毛？这全身都是毛。他们毛发确实比咱们重一些，但是通常应该看不出来吧。很难看不出来哦。太专业了，但毛我就不要了。那太可惜了。效果只能维持2天。很简单，很快就不能搞定了。
夫，我想做个翘翘的小翘鼻。你再翘就变成鸳鸯锅了。鸳鸯锅？哎，随便呢，你喜欢就好。大夫，您总看那个星星是什么原理？我不看星星怎么动啊？为啥呢？你要整成星星酱嘛。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哇，你不早说。我要照镜子。哎，你别看呐，你承受不了的。你放心，我帮你搞定。快躺下。哦，搞定。怎么样呀？我看啊。怎么办啊？好美啊。有多美啊？美到不敢看。现在好多了。等一下，干嘛？我来试镜。试什么？白雪公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来试镜白雪公主。你再说一遍。为什么说那么多遍啊？怕我听错。我来试镜白雪公主。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站住！站住！我拿着枪了，你们让他跑了。拦住他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我们选你的，啊！导演，我工作差不多了，弄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去现场了。导演，演员 OK 就过来现场了。好，去现场，演员到现场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段戏讲的是什么呀？可以的，他马上告诉你。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看你就知道了。演员到现场，快！哎，OK， 他演员。替身走开！演员进来。替身走开！演员弄走！快点！哎，让开让开！二师，我不怕，你们就打死我吧！OK， 好，继续打。演员休息，替身过来。哎，老师，请过来。来，转过来。抬起头，哎，手指举起来，哎，手指举起来，拍戏了，看好前面。二师，换演员。二师。想不到你们真的打死我。看，看，非常好，七个小矮人终于为白雪公主报仇了，我都看哭了。导演，我不是演白雪公主吗？哎，你干嘛？你不，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导演，不好意思，马上拍白雪公主。
韩老师，叫那个过气明星快点，现场都在等他。说谁过去了？我。说话小心点啊！长得好看就行了，只有一个镜头。闪开！啊，马老师，我们今天这场戏是你演的白雪公主被巫婆陷害，你吃了毒香蕉之后变成了男人，王子喝多了没有看清楚，把你睡了。是我睡他还是他睡我？都有。王子醒来之后发现你是男的，没有办法接受，就要把你杀掉，但是却被你反杀。王子的所有手下到处追杀你，你逃到了唐人街被砍了，你身受重伤，连肠子都流出来了。你太残忍了吧。其实我是想致敬张彻导演的暴力美学。张彻暴力美学，您懂不懂？对，不是对，您懂不懂？你觉得呢？我不好说。我当然懂了，不就是抱吗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一个你被砍之后很生气的反应。 OK， 好，准备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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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都已经说了我很生气，你们没听到吗？当然就你听不到，我说了，难道是假的吗？我不好说。不好说你就别说，谁没有逼你说？那能不能加一些女人味啊？我早就觉得应该加的女人味，毕竟人家是个公主嘛，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开门开门开门，我让我帮帮他。 Action。 我很生气，我真的很……哎呦我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看，词错了。导演，你觉得这是台词吗？啊，我的肠子为什么是火腿肠？马老师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春节档不能太残忍。你刚才不是都说爆什么了吗？是暴力美学。生气了，马老师生气了，不得了了，我的演技都爆出来了，你们为什么不配合我呢？我们面向家庭观众，有很多小朋友的。暴力美学中要带出一些天真可爱的感觉。我看到我自己的肠子是一个火腿肠，我都快笑出来了，你让我怎么投入啊？这些商业考虑很复杂的，你这么伟大的演员，一根火腿肠难不到你的。当然难不到我，但是你们也太不尊重观众了吧。还春节档，那再加一个天真可爱的肾好不好啊？好，去加一个肾。好嘞，马上。导演，你觉得这个行不行？加番茄酱看看。Oh my God, so bloody innocent！ 就这个。脸上好。错了。打的还不敢看，我累死了。什么烂导演呢？拍的妈垃圾电影，这要跟以前我早就想抽他了。为什么还不抽啊？哎，我现在他妈的有修养啊！你笑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在笑我吗？我那么笑你，你还笑我？有那么好笑吗？大家注意了，马老师生气了，不得了了，吓死人了！注意了，马老师生气了。孟姐，真的是你啊？李阳。对呀、啊。你这特效妆、啊。是啊。刚刚怎么回事啊？没事。那你吃我的吧。不用不用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我能再拿一份吗？一人一份，好个龙套天天选择证明，走。给我滚！下次再敢来，我
报警抓你啊！我上次就跟你们说过了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？干嘛？盒饭做出来是不是让人吃的？神经病啊！你回答我，回答我！干嘛？回答你什么啊？盒饭做出来，他是不是让人吃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为什么他没有？那谁呀？就是化着特效妆那个女孩子。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。好了，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他为什么没有盒饭？他为什么就没有盒饭？好了。哎呀，你干嘛拿瓶子砸自己啊？难道我砸他吗？没看到他那么大块。哎呦，你这。见他闺女没有啊？没有。就这么走了？走。这，哎呦，你知道吗？前几天在剧组我碰见马可了。谁是马可？就是马可啊。谁呀？哎，你别管了，他好像心情不太好，把我盒饭都打翻了。后来我想再要一份，他们死活不给。但我要走的时候吧，他们又塞给我一份，你说这是不是代表我的好运就要来啦？你一个跑龙套的，想太多了吧？别总瞧不起跑龙套的，很多大明星都是跑龙套出身，孙俪啊、刘嘉玲啊、赵丽颖啊，你条件有他们好吗？各有千秋呗，我比他们还要努力呢，跟你没法聊。总之，机会就是留给努力的人的，总不能我站在大街上就有人拉我当明星吧，小姐。有没有兴趣拍戏？谁让你？大制片人啊！你好，我是演员小梦。你好，我们有一部戏正在找人，有没有兴趣试一试？好啊，我想试试。不好意思，不是你，是你。我？对。试一试吧，我们公司就在这边。来就是试试嘛，别难过啊。他们选我当女主角了，真的。我什么都不会，选我干嘛呀？我进去，他们让我把妆卸了，让我说了两句对白，那个人就说是我了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啊？多好的机会呀！换作是我，少活50年我都愿意的。可是我不想呀，我现在特别害怕，我不想当演员。没事啊，我性格这么纯情，不可以被娱乐圈污染的。我不介意被污染，要不你跟他们说，让我替你啊。我跟他们说了，我说我让我外面的朋友来啊，他们说死都不要，死都不要。对呀，死都不要啊，死都不要。怎么办呀？江总和黄总今天下午过来，车在那边。啊，好的，事情都办好了。放心吧，都办好了。嗨，哎，怎么还在？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给我机会，好好把握。嗯，要不要送你？好呀，我家离得很近。坐后面吧。找你这么快就搬走了？全都搬走了，连我的香皂和卫生巾也拿走了。我早就说过这个人 low。 我为什么要和小米一起吃饭？如果是我自己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选我的。就算小米不在，他们也不一定会选你。
会不是留给努力的人吗？说明这不是你的机会啊，这是小米的机会，但是他不努力，机会就成了误会。继续坚持，你的机会一定会出现的。对，以后我要更加努力，把我的简历发遍全中国，我要让世人知道什么才是演技。说得好，千万不要有负面情绪。就像我的项目还欠着启动资金，也没影响我啊。还差多少啊？20000。要不先拿结婚基金的钱吧？不可以，不然我们就永远结不了婚了。那我加班或者找个兼职？别担心，你先做好你自己，不然我会心疼。过去啊，快点，快点，麻烦你帮我记一下。大哥，大哥，我这边有不好意思啊，哥，我最近缺钱，有没有价高一点的角色啊？价高一点的？你凭什么呀？凭我什么都可以演，不挑活儿。你叫什么？帮忙看看吧。谢谢啊。啊！有没有搞错啊 ？She looked perfect.行开啦，都唔知你啱乜汤？边个揾翻嚟嘅替身？我求下你啊，婶，着翻件衫先啦。唉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也没想到他脱了衣服那么烂。你系咪话嘢啊？揾啲咁嘢翻嚟，又冇身材，又残皮，个啰柚仲有积。对不起，导演。如果咁都得嘅话，不如我嚟啊！渣渣啦，冇几多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导演就是说我身材差，皮肤皱，求我把衣服穿上而已，我挺开心的。雕像是动还是不动、啊、妈的，你见过会动的雕像吗、啊、没有。那为什么不用真的雕像？因为真的很贵的。少啰嗦。梦姐，演雕像有没有什么技巧？哦，是通过想象力进入无生命体的状态。我试试。你是谁？
哎，尤公主啊，我睡了你啊。你怎么能这么演呢、啊？是我走心，你走肾，这么上心干嘛？喂 ，I run hard, you run the kid me, you no pure heart, understand? What？ 导演，找人跟他说声谢，来，还有我反杀他的证据。Everybody, I'm on time, quickly。马老师台词 OK 吗？别废话了，天都黑了。好，准备 ，Action。什么词儿？他千错万错都是我肉体的错，你这个负心人！好，再来 ，Action！ 千错万错，那是谁的错啊？他千错万错都是我肉体的错，你这个负心人！这知道知道，来 ，Action！ 千错万错都是我肉条的错，他。对不起啊，马老师，是肉体，啊，都一样，发音差一点点都能听明白了。因为我们春节档很多小朋友，发音准确点比较好。小朋友还管你发什么音？要不你说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后期配音。你让我数数，你侮辱我啊？不是，这样方便一点。方便你早说啊！我他妈压了一大串，你现在怎么说啊？你病人，来拍拍啊！来准备 ，Action！ 一二三。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知道，来拍，一二三四五六八，哎，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他妈对白谁写的？驴唇不对马嘴，真能记得住吗？我中文不好，直接说英语算了。好，准备 ，Action。Thousand Wang, ten thousand Wang, my Mr. Wang. You negative heart people. 他在干嘛？马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是这么简单英语你听不懂吗？我真不懂，但你的样子……当然不懂，是你逼我的啊！那我来了。大家注意了，注意了，马总讲戏了，不得了了，马老师讲戏了，不得了了。我亲手一刀杀死了我的爱人，里面情感复杂到顶了，伤心、恐惧、自私、虚荣、骄傲、兴奋、害羞等等，那个情感。他们情感就是情感缠在了一起，然后又走，你懂了吗？你还卡我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刚刚发病了。发病？我眼睛都爆出来，你说我发病？看到了吗？我爆出来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？喂，你干什么？我马可在这讲戏，你在这睡觉。对不起，马老师。怎么又是你？来，你过来一下。雕塑这么干净，一点质感都没有，怎么拍电影？慢点，走开。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不是故意的。来，躺着，快点，躺着。啊？这一点都没有质感，你这么干净，这怎么拍电影？能好看吗？不能，能有质感吗？这弄来弄去，这还是不脏。算了，这个雕塑就不用了。干嘛！最近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挺好的嘛，很顺利啊。顺利就好。你一定要记着，在外面啊，虚心的向其他人学习。你都说过好多遍了，我都记着呢。哎呀，我和你爸呀，就是担心你在外面受人欺负。不会的，这每个人都很喜欢我的，真的。那就好。啊，对了，妈，
爸爸生我气吗？哎呀，没有啦。你爸他头疼，在屋里躺着呢。你替我跟爸说。我爱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大声点。去你妈的，走开啊！你们卸妆在外面。感动吧？去你妈的。怎么了？感动吗？梦姐，梦姐你没事吧？李阳，我求你别再问我有没有事了，好不好？你这脸上。太过分了！你干嘛呀？别给我找事儿了！我缺钱，以后还得混的。你早说啊！我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啊！你别再玩我了！你是谁呀？觉得我还不够惨吗？我想帮忙而已。你真的想帮我的话，你就给我死远点！对不起。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双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当闲事，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，只见阳光千万里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扮靓啲皆因你，癫癫地皆因你，为你甘心作傻事。扮下星星叫，睇到乜都笑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若有朝失咗你，花开都不美，愿到荒岛去长住，做个假的你，天天都相对，对木头公仔做戏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马老师，这是整部戏的第一个镜头。你吃了毒香蕉，发现自己变成了男人。我想要一种发自内心的惊恐，不然整部戏就会垮掉。不是那种，是真的害怕。哎，你演一个我看看。可以通过眼神的表达。咔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再来。是真的感觉有咔。你这样演下去的话，整个戏都会垮掉的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譬如说，就是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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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。别演了，你跟姐休息一会儿。其实是咔。滚！哎，感觉怎么样？不开心是吧？不好说。大家都出来混的都不容易，互相给个面子差不多得了，你有必要这么较真吗？常务，弄盆水给他洗把脸。苏导，王老师，
您看新闻了吗？我天天拍戏哪有时间看？前几天被你骂的那个女群众演员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她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上吊自杀的。穿了一件红色衣服，怨气太重了。你那人干嘛的？没人啊。穿红色衣服对着墙站着那个，看不见吗？拉我上，别玩了。哎，哎，要特写他惊恐的表情。OK。都要我看墙干嘛呀？前面不是墙，是海。你在溜冰场看海，你发现了心上人马老师。不敢直视，就用眼角羞答答看他，再躲到墙后偷看一眼，明白吗？明白。Action。现在你鼓起勇气，笑着把项链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他。Action！怎么办？没事，你等一下。对不起，马老师，你别生气。我要的就是这个表情。你可以的，我们继续。来，赵经理。好像生气了。真好，我得去医院。这，你们想办法，怎么赔偿我？对不起，马老师，我只是想要效果好一点。你想要什么效果？你可以跟我说。我这么有实力派的演员，我又不是做不到。我一直都有说，你一直做不到。但你们就用这种丧尽天良的办法来对付我！大家注意了，注意了，马老师尿裤子了！你说什么？大家注意了，马老师不是尿裤子，只是裤子湿了。我已经跟你分脚了！我马克重养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受过今天这么大的侮辱。一个群众演员，可以欺负一部国际大片的男主角啊？他这叫什么事？还有王法吗？你还敢站在这儿？你别走，你走。对，你走。是你，马克，你走。其实你们年轻人，经验不足，用这种方式，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因为你的演技太烂了。我想去看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请我呢？因为你便宜啊，只有你有时间。你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以为你有这个机会会好好珍惜，但是呢，你失败是有原因的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演员。没时间了，天都快亮。哎，大家抓紧时间来，再来一条。外面看吧，看吧，看吧，哎，慢点了。不用了，我们换人。不要欺人太甚，我已经做出让步了。欺人太甚不是你的绝活吗？等会咱们聊聊。哎，该干嘛干嘛。都动起来，都动起来，干！导演，其实你能给我这个角色演，真的很感激你。我做梦都想怎么应该报答你。可不可以把剧本还给我？你别这样，我已经七八年没有工作了，我不能丢掉这个饭碗。给我个面子，我把我的片酬分你一半，成交吗？帮帮忙。帮不了。帮帮忙，把剧本拿回来。马老师，别别别，这样不好。放手，给马老师一个面子。放手，帮帮忙。放手，放手啊！马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吓你的。不用说了。我不知道情节是这样的。我一到这儿，就像打架。你那叫打架，你是打自己。哎，马
阿可，好久不见你了，原来你还在拍戏呢，你还没我长得高呢。哎呀，你的皮肤都松了。妈，妈，哎，这是我女儿，你干嘛拍张照片？来，一起拍张照片。别拍了。哎呀，来来，比个心，老头儿，比什么心呢？比个心啊，乖，阿姨疼你，笑一个，一二三，耶，可以了啊。哎呀。不好意思，马老师打扰了。哎呀，马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是看着你的《孤儿寻亲记》才喜欢上演戏的，你可是她的启蒙老师啊。妈，别说了。马老师，你别见怪，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影迷。马先生，我女儿就是不听我的，她不是干这行的料，您可以帮我劝劝她吗？他很努力，他会成功的。谢谢马老师。玲。戏服好帅呀、啊！什么角色？还行吧。这是哪个大腕的车？梦姐，你看这20万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再叫人去取。你别胡闹啊！把剧组道具抄拿出来，要做活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等一下好吗？再等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梦姐，你先拿着吧。不用，我找了个兼职，钱凑的差不多了。那好吧。原来你真这么有钱啊。对啊，家里做生意的，有点小钱。那还出来跑龙套？兴趣啊，但是很快要去国外监管生意，不能再来玩了。你好棒啊。那我走了啊。梦姐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。我也喜欢你。不是这种，是男女的那种。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居然想睡我。对啊。耶、yeah! ！你喜欢我什么？你心里美啊！哎，又是这种话，意思就是我丑呗？不是，你长得也很美。太假了，想象力啊！来个真一点的。你长得好美啊！算了，这不怪你，台词太过分了。对。你还对。我有男朋友了。我知道。还是谢谢你哦。那我走了，记得回来看我。去美国，一时间回不来。大老板呀，好羡慕你。是我羡慕你啊，梦姐，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加油。嗯。你好，外卖到了。麻烦给个五星好评，谢谢啊。这是我的，谢谢啊。这个你呢？小米，试一下吧。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认识啊。嗯。陈导演，天哪，真的是你，太荣幸了。导演，我是您的粉丝，我特别喜欢您的电影。谢谢。等一下吧，就是。那个，其实我也是个演员，我叫如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什么都愿意演。好啊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如果您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挺好。谢谢。我先不打扰了。导演，你看一下这个台词。导演，我想问一下，您会给我什么角色呀？我提前回去准备一下。哎，你们很熟吗？不熟。我们再通知你。你先出去吧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能加您的微信吗？我可以随时来面试。
没有微信，你怎么还不出去啊？啊，没事，借用一下笔，我给导演留个电话，方便导演通知我，马上。出去了。谢谢您，我们不会通知你的。不是说会通知我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刚才是在客气，不想伤害你。你从来不照镜子吗？每天都照。你觉得你有机会吗？我有。你没有。是，我知道机会很难得，我愿意等。你不用等，永远都没有。永远是多远啊？永远就是从现在直到宇宙毁灭，懂了吗？那宇宙毁灭之后呢？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这种，又不行，又没有自知之明，还不死心，整天出来搞事情。我们要吃饭。你不是送饭的吗？对不起，导演，打扰大家了，我带他出去。走吧。干嘛呀？丢不丢人啊？我就是想争取一下。算了吧，这是命。你知道什么是命吗？什么是命啊？我不想当明星，却当了。你非要当明星，但你就是个跑龙套的，这就是命。别跟命运做斗争了，好吗？查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陪客户呢。我想见你。我等一下还要开会，忙得都快疯掉了。我再打给你哈。你等一下，你别挂。什么事？你今天穿什么衣服？我每天都穿同一套衣服，白衬衣黑西裤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啊，没事，我随便问一下。再说吧，拜拜。这么巧，表姐。亲爱的，这是我表姐，你等我一下哈。她是谁呀？客户嘛。为什么我是表姐？随便，不要纠结名字。我去问问她。哎，她确实是我客户，你也是我客户。我是做服务的，好了吧？什么服务？就是那个合约男友嘛。你出来卖啊？随便，怎么说都一个意思。为什么又是我？是我命不好吗？是因为我蠢吗？不要说出来嘛。蠢人好啊，蠢人多快乐。好，那你把结婚基金还给我。这个钱嘛，我会一直替你保管的，你别担心哈。你要的钱我都给你筹到了，你想骗就骗吧。这不是骗，我是收费的，你别老想着吃霸王餐好不好？你从来不觉得我做演员会成功对吧？你会成功的，你是最棒的。你再给我钱，我再继续说，说多少遍都可以。你别哭啊，他会怀疑我的。你还哭？别搞我了！你别搞砸我饭碗，表姐。
都叫你不要吸毒了，会害死你的，不要再找我借钱了，回头是岸吧，表姐。你说的对，不应该借钱给他，借钱给他就是害他。睡着了，你喝醉了吗？你自杀？当然不是。哦，难道你们是在拍戏吗？你是演员吗？没有。我不是演员，我醒了。都说你睡着了，很危险的，别再这样了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下一刻镜头，下一刻镜头是这样，太紧了。副导好，马老师啊，好久不见，来演什么？一个英勇阵亡的军人。好啊，好啊，躺那边，快点，那个服装化妆准备好了啊。啊，是这里吗？你们的头都靠近点儿。别动了啊！哎，是闭着眼睛死还是睁着眼睛死？无所谓了，那我就睁着眼睛死吧。毕竟是在这战乱中死亡，家国仇恨，这种死不瞑目，应该到壮烈。好嘞，来了，准备 ，Action！ 保护再滚，小心！快走！你看什么鬼？这是你干的？腾讯卫视。你看，对呀、啊，在这吓尿了。你看马可这傻叉。你知道马可吗？不知道。咦？不是。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您，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关于您咸鱼翻身的事情吗？什么咸鱼翻身？就是您又爆红了呀。不是，我是问你什么咸鱼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你的意思说我死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不是，那你告诉我咸鱼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咸鱼翻身？演得好。
这必须的。马可老师的演技真是随时都在爆出来。对，因为他快要爆的时候，你控制不了他。那你能给我们重演一遍那个吓尿的经典表情吗？我觉得你们节目肯定会有很多小朋友看，咱不要做这个动作。对对对，您说的对。那您接下去有什么计划呢？接下来我有很多一些国际大片的这种邀请。我见过马可，惊悚，这就是我上过他的视频。你也是演员啊？我以前做演员呢，你有见过李小龙吗？我什么龙？喂，今天收拾一下，就这么说。您说您的人生也算是大起大落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我觉得这还是蛮幸运的啊，不是说谁都有这样的经历啊。哎，我挺感谢在视频中吓唬的那个人，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。那他是谁呀？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，但。他是个演员。小梦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呀，今天怎么那么帅呀、啊？哎呀，这不是马老师。对，马老师，如梦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是专门来感谢你的。其实他也没干什么，就是吓吓你而已。我的胡子都给他吓白了，这一辈子，我根本就不感谢他。来来来。哇，真行！马老师，啊，你最近好火呀！多亏你长得这么恐怖，哎，你女儿怎么生的？你过奖了。像他爸，像他妈，像他爸，像他爸，都像啊！也恭喜你啊，入围了周星驰导演新电影的选角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就是要选一些实力演技派的新人。我看到你的名字了，在哪儿看见的？在网上啊。明天就在北京举行了，你看。哎，这怎么没有？不好意思，没关系的，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有新工作了，不做演员了。怎么？我现在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，开了一个网店，收入还不错呢，爸妈都挺开心的。是啊，小梦现在过得挺踏实的，是好事。好事。完了。对，是好事，挺好。怎么了？就是有点不舒服。你是更年期呀？啊，胡说，人家那么年轻，心脏病吧？哎呦，赶快找医生！哎呦，不用了，没事，开不得玩笑。不用了，没事。我就是看着小梦她过得这么好，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好像是打不死的拳王，突然还没打你就投降了。我不是投降。我是有自知之明，不再做明星梦了。这就是投降。马老师，十几年了，我每天都被嘲笑、被拒绝，没有人愿意看我演戏，也没有人尊重过我一秒钟，我受够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投降？这不是投降，这是因为我自己根本就不行。这个世界不是你努力就能成功的。我早就跟你这么说了，你偏要干呢。随他吧，他总是被人欺负。我知道，全明白，这我深有体会。其实，我这次过来就是专门说声谢谢的。我现在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那把饭吃了再走吧。哎，马老师，吃了饭再走。是马老师。我觉得只要不投降就是成功，这还是你教的我。要不我去，我就知道你回去呀、啊！你说你有什么用啊你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！起来订票。哎，啊，火车还是飞机啊？啊，飞机。哦，知道了。头等舱。哎，滚！不用这么多吧？拿着，你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啊！我告诉你，票已经买好了，赶快走吧。是头等舱吗？哎。啊，好了好了，爸最好了。哎呀，你个臭丫头，又
也不要再回来了。好嘞。家里钥匙拿了吗？拿了。我是机器人。谢谢，下一个。老师好。我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香菇。可以了，下一个。快点，下一位。妈，爷爷，爸爸，舅舅，表哥，姐夫，你爸。为什么？我全家都死光了。太好了，下一个。老师好。可以了，下一个。对不起，我酝酿一下，五分钟就好。哎哎哎哎哎！现在还有100多人呢，五分钟。谢谢，非常好，下一个。老师好，我可以用手发声。下一个。对不起。才艺表演呢，现在。白痴。老师好，我演一位英雄。好，开始。老师好，我演一个间谍。好，开始。啊，老板，你干嘛？打牌就打牌嘛，不要啊！哇，你好痛，老板，不要用皮带啊！你好。快点呢。哦，我演一个骗子。开始。快点呢，我们100多人呢。表姐，亲爱的，这是我表姐，等我一下哈。她是谁呀？客户啊。为什么我是表姐？随便了，不要在乎名字。我去问问她。哎，别别别，她真是我客户，你也是我客户，我是做服务的，好了吧？什么服务？就是那个嘛，合约男友。你出来卖啊。随便啊，怎么说都一个意思。为什么又是我？是因为我蠢吗？你不要说出来呀。哎，蠢人好啊，蠢人多快乐啊。你要的钱我帮你筹够了，你要骗就骗吧。哎，这可不是骗，我也是要收费的。再说你别老想着吃霸王餐好不好？你从来不觉得我做演员会成功是吗？你会成功，你是最棒的。你再给我钱，我再继续说，说多少遍都 OK 呀。喂，你别哭啊，他会怀疑的。
别想砸我饭碗啊！表姐啊，都叫你不要吸毒了，会害死你的。回头是岸吧，表姐。谢谢。你演戏，你别打我啊！我又不是表姐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。你换一下角色，演被骗的那个可以吗？好。你出来卖啊！随便，怎么说都一个意思。你怎么会出来卖呀？你别哭啊，他会怀疑我的。我长得像个智障，凭什么出来卖呢？你说我什么都可以，请你不要说我是个智障，这根本不是一个事实。说到你痛处了吧？你肯定从小就被人当作智障，所以你才到处骗人找自信。胡说八道，我从小就人见人爱。他们不是爱你，是可怜你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就像你这种人，这辈子都不配得到爱。人见人爱。人见人爱啊，长成这样还出来卖啊，打爆你！你干嘛老这样？天哪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够了，下一个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，这边呢，你晋级了。干嘛的？我们来找女儿的。找女儿去派出所找，我们这儿有活动。楼上请。谢谢。听完刚刚这首歌，我的内心真是五味杂陈啊！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感同身受呢？好，我们继续颁奖。今年最佳女主角的竞争也非常激烈，在这个入围名单里面，真是集结了当今华语电影圈老中青三代的实力派女演员。那么究竟花落谁家呢？在揭晓之前，让我们看看他们成名前的珍贵片段。原来林允以前挺漂亮的。是啊。这又是谁啊？就是小梦啊。哎，对呀。
请颁奖嘉宾。很荣幸今天晚上颁发这个奖。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是，哟，这位演员真的是从电影诞生以来，直到宇宙毁灭都难得一见。别那么多废话了，人生啊，啊，就两个字，如梦。谢谢。其实我也是个演员，你觉得我有机会吗？你真喜欢表演吗？我就是为表演而生的，我行吗？你不行，从现在到宇宙灭亡你都没机会的，懂吗？我懂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那我只能回家种地了。不可以，你不要管我说什么，继续努力吧，你会成功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Sorry, 1,0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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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哎，张姐，张姐，快快快，张姐，哎，你说上气表情，上气，啊，不，上气多一点啊，这样子，啊 ，OK， 反应，做个开心的反应，相信，嗯，好，来来来，你，哎，这样子也好啊，这样子 OK 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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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人群中。勇敢去冲。